约克夏是一种迷人的小型玩赏犬，外形可爱，但因为太小只，常常被忽视。养约克夏需要考虑家中是否有小孩，因为它们骨骼脆弱，容易受伤，需要小心呵护。约克夏非常粘人，喜欢撒娇，非常需要主人的陪伴。它们性格傲娇，特别是面对同类的时候，如果自己的宠爱被抢走，它就会表现得相当暴躁。此外，它们拥有亮丽的长毛，需要定期的护理和美容。保养它们的毛发是必不可少的，